板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今天的食材吗？菜单吗？哇！我就说很好，没有这个反应。不要不要吃这个，太重哎！它就是海底生物啊！我不是，我光看着我就很难可爱啊！以后招惹我都你抓。哇哇！公的母的差太多了。来，各位上菜啦！你是这样分享有点恐怖。请问要怎么吃？我要怎么使用？你看，你看，把它头这样。先剪一下。哇！这是公的。今天我们是这个美食的外景，然后我们来吃一下好吃的拉面。刚刚这间不用排队，我们包场包下来。这间人超难，这么荣幸吗？老板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今天的食材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菜单吗？我绝对不可能吃，你确定？我先看一下菜单。熟客才能吃啊！那你们可以看到这 POS 机上面有这个，真的是很震撼。2900，2900要多少？500跟100，太重哎！它就是海底生物啊！我不是，我光看着我就很难可爱啊！以后招惹我都你抓。哇哇！公的母的差太多了。你知道会出水的是母的，他没有。你很怕蟑螂吗？蟑螂，给大家看一下食材。哟，这么老板挂了医生。怎么了？老板可以问一下那个膏是什么膏吗？蟹膏。蟹膏还是腺体？听到腺体就有点觉得恶心。帮各位科普一下，这个虫虫非常可以忍受饥饿。不吃饭也不会死。哎呦，难怪它没有肉。它具足是汉汉盔甲，盔甲的意思。哦，对，因为它外面有一层很硬的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各位上菜啦！你是这样分享有点恐怖。请问要怎么？我要怎么使用？你看，你看，把它头这样，先剪一下。你亲亲，好，我亲亲。我可以跟别人亲亲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先允许。哇！我先吃拉面压压惊。老板，这个是浓厚鱼介鸡白汤拉。我也是先吃一口拉面。我的鱼介味很明显，来你喝。大蟑螂，大蟑螂。这一块是精华，这块精华吗？那你好，我先吃。老板介绍一下这一块是什么？它那个腹部上面的肉，马上吃。加油，加油！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啊！哇，一整口。太野啦！我觉得比较像鱼肉，然后肉有点点。绵绵的吗？对，我要来吃一口面，因为我觉得味道很香。来，我点。蟹味很重，对。吃大强了。不要要！不要这样子。我螃蟹过敏。怎么说吧？有吗？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你好棒哦！你现在吃螃蟹味，因为你脑袋。好咸哦！不要这么咸。大蟹，大蟹。那你吃一口拉面。没事，我等下要问。不，连母的肉都吃，只有这样哦。公的比较小只，结果比较多哎。我反而觉得吃到薄膜的感觉比较恶心，就比较像吃到鸡心啊，或者猪心。真的还好啊，大家想象中恐怖啦。哎，那老板这个后面啊，那是腺体，它吃起来有点蟹黄的味道。那我就来搭配面跟汤一起吃哦。这是公的。鲜了，公的这个是比较鲜一点，母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。我还是觉得它拉面好强，迫不及待，马上来上一下。好想哭了。老板说这个肉不能浪费啊，因为他这个是老饕都爱吃，我会带回去跟孙生说这是最新的 TVK。老板，这个可以
冲一下，冲一下，然后可以擦干。我想要当帽子戴看看。好，老板很好，已经帮我们要打包这个虫带回家。为了怕它发臭，建议我回去泡双氧水。好，以上今天影片希望大家还喜欢，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大王巨足虫拉面，大家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是好吃的啦。我觉得好恐怖哦。你一直看着它的身体，你会有点吃不下去。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吃。